在今天这个直播就试了 Dali 的 IO12， 属于他们高阶的头戴耳筒。但是今次是不会只强调他一对蓝牙的，因为今次就已经是支援了 USB 啦、蓝牙啦，同埋 3.5 analog 的输入。今次重点就是用了他们 SMC 的单元技术，同一时间呢亦都有 DSP 啊，一个特别调制的 M， 所以规格上面来讲是相当之有诚意的。至于声音方面，我自己认为它是相当之咁细腻，高频的部分非常之靓，有个相当之不错的延伸，而且亦都冇乜无刺感，可以好顺滑、好细致咁样去表达中高频的细节。人声的描绘亦都相当之细腻，好清楚咁表达到人声的质地，而歌唱的感觉亦都可以感受到一份松茸的美感。另一方面，我自己都几喜欢它嗰个发声点系好细嘅。咁一开始就提到咧，有三个唔同嘅连接方式，自己最喜欢就系 USB 连接嘅模式，因为信息量够啦，而且高频嘅延伸系最好，乐器都系最立体嘅。至于蓝牙方面，信息量相对地会少啲，但系咧喺我试过嘅蓝牙耳机当中，嗰种厚润咧，嗰种松茸咧，亦都系相当之少见嘅。基于呢个情况，所以试机嘅时候，我自己就会建议大家试 USB 先啦。咁但系佢对 USB 线都有少少嘅拣择，咁所以如果你谂住用 USB 嘅 solution 嘅话咧，可能拣一条唔好太差嘅 USB， 咁嚟试机就可以圆满咁样体验到佢嘅表现啦。